我都没玩那个叫什么，我都没玩 EZ， 就想着先用别的 AD 熟悉一下。扭来扭去的还不叫技能，这么稳啊，我在那边狂扭他不叫技能的。这个 Q 一交，那打了欲望都没有。可以不交啊，说实话，要是有攻速鞋的钱就好了，有攻速鞋的钱的话就很完美了。什么意思啊？真有这么想我吗？平时怎么没感觉出来呢？我真平时没有感觉出来很想我啊。还好吧，我下路现在这样子 不难受就是优势。打对面 EZ 加卡尔玛，我们很难打的正常。有点没办法，他这个盾刷出来了，可惜吧。
那没什么办法呀，对线难打很正常，我没六级之前是很难打。泽利可以出电刀了，就算其实就算那个涨价了，也可以考虑出电刀。我带致命节奏上波应该赢的，但是我带致命节奏前面对线没有那么舒服，只能说有舍有得吧。我不是来瞎胡闹。对，只能说有舍有得。枪还没换，就同意这个方向。他们想动手。别，那个塔出不了，那个塔他们是这个没露头，我不敢打。他们是这个刚刚如果露头，我直接冲了。哎，这是只狗呢，这狗大招不叫，不知道在哪呀。我真不敢动它，不敢打他们下路。这个真在下吧，不然他怎么可能？不是，不然这个一上来没道理的，我是完全可以回头打他的。他不在下我都不信现在。哎，那这样子说换了一波，哎，可惜，有点可惜的。我只能说兄弟们，别我下路玩着玩着游戏没了啊。稳住，我们打团能赢，可以赢的，谁也抓不到我，除了我姨妈。感谢陆宝送的礼物，谢谢，非常感谢陆宝送的一个虎牙一号，谢谢老板啊，非常感谢陆宝送的一个虎牙一号，谢谢啊，感谢陆宝送的一个虎牙一号，谢谢老板啊，老板大气啊，老板身体健康，老板万事如意，老板生活顺利啊，谢谢老板。陆侠，陆宝怎么这么客气啊，陆宝。
哎呦，还好，我还以为漏了。一点机会也没有，我缺你一回。充能完毕。OK， 帝国指令，我们帝国指令加这个电刀。下播团，下播对线很好打。这几天干嘛？这几天我之前直播的每天都在讲呀，我四月份的时候就在讲，四月一号、二号、三号的时候都讲。这几天出去玩去了，旅游去了。对啊，我都讲了好多天了，我是一号讲到三号了。我属于这里，我们都属于这里。快跑，这有兄弟，别去打灭。我靠，你真不怕狮子狗在里面？在的话直接给你秒了，哥。上吧，这就没了。我能走了，看看，注意自己。我一个翻墙我就走了。把一个自己闪现打出来了。天国路上的人这么多，是我想家了吗？上路怎么一杠六了呀？上路怎么玩着一杠六的，很难玩哦。感谢陆宝送的礼物，谢谢。非常感谢陆宝送的礼物，谢谢陆宝。再次感谢陆宝送的一个虎牙一号，谢谢陆宝的一个虎牙一号啊。还公爵水晶，这个能抽公爵吗？应该是我是包死的，那狮子狗来了我就说好台，岩雀一台，帅，哇，这个台得非常的漂亮啊，对吧？是巨粉，
哎，这个太肉了，这把先大青羽吧，这把感觉先大青羽压力好大的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兄弟们。不会丢下任何人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是蛮久不见了啊，哈哈哈。这倒是吓人的，妈出来，这出来走，这出来混没点走位，还真顶不住啊！你别说，这没点走位，我已经够我死两次的技能丢的。这里的时候没走位就该死一次。感谢鹿宝开通的守护，谢谢。非常感谢小鹿宝开通的守护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身体健康，老板万事如意，老板生活顺利，谢谢鹿宝开通的守护，谢谢鹿宝，谢谢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。留得住他吗？留不住他呀，我感觉。哎，算了，没必要去找他。我不想去弄他，我弄不了，弄不了他。他这装备太肉的，一看一个不吱声。真的呀，这装备是一看一个不吱声，完全不想去看他。我们要跟着野爹走，跟着野爹混啊，有肉吃。野爹可以给你无限的安全感啊，其他娜美给不了安全感的。跑那么快啊，你小子！打野没死，他们不敢动大龙的，问题不大。哎，我出来搞个大青羽，先那样我就打得动这个乌迪尔。非常感谢鹿宝送的礼物，谢谢谢谢鹿宝。这把带训练步伐，对线压力太大了，带训练步伐。应该很容易上来的。你把自己当谁了？一枪来！完了。我他妈被抓住了，
我被他大到了，要被他抓住的。这样还能带个针眼就很舒服了，大剑的针眼不败。感谢 VV 送的礼物，谢谢。奶奶说过做人要不怕出头，她说的真好。但他们一直补刀还挺不错的，补刀挺多的。我对面对线没压住我们是不应该的。EZ 加卡玛正常来讲是随便打舍利加娜美的，对，应该把舍利加娜美压着打。交大了。总比没杀了好吧，对吧，那不能让他跑了。 W 收，哎呦还在跳，哇飘 KO 可以吗？ OK， 给他奶一下喽哥。哎呦那娜美自己都快死了，迅捷不乏这么猛，还有我对线的天赋，迅捷不乏对线，舍利最主要的也是度过对线期的压力。对面选个，如果对面是个硬辅的话，我就不会带迅捷不乏了呀。对面是那种压制特别厉害的组合。我勒个兜 ！Q 我一下是痛的吧？你 Q 我一下四百血，我靠被秒了！他有 R 吗？应该甩 R 就要了。我靠！直接从一点血变满血的一个 W。
会过吗？想破也扑不到我。